喂，我是吴建兴吼，我今日真欢喜吼，来到斗六车站吼，咱边啊就是林慧茹的旗子吼，咱来看林慧茹的旗子。咱讲林慧茹爱翻转台湾西部吼，诶，平转户吼，这是林慧茹的旗子哦，阮替伊设计的吼。慧茹这届吼，阮是林慧茹的老同事，捌遮久啊。吼、哦，30年之前我就捌林慧茹吼、哦，林小姐吼、哦，为政治大学毕业吼、哦，咱今日拄好台湾国旗吼拉真济，全世界的国旗拢拉真济吼，所以咱今日来到斗拉吼，斗拉车头吼、哦，都要来讲一个这方面的问题吼、哦，是安那咱要讲这翻转台湾西部吼、哦，平转户吼、哦，就是。资本主义社会拢安尼，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拢安尼吼。较早英国有一个英国社会学家吼、哦，英国社会学家吼、哦、真好吼，伊、哦、就是叫做 Michael Davis。Michael Davis 吼、哦、是英国真出名的社会学家吼，伊、哦、伫新左评论 New Left Review 顶头都有写吼。哦像美国911是1999年发生的911事件吼，迄股票敢若拢放落来吼，迄两架飞机飞机吼，纽约的 Twin Tower 吼，甲崩崩了，规股市敢若落像敢若落干落干的吼，啊下都过来都十当正经嘛，美国房地产的。一个叫个雷曼兄弟嘛吼，因个嘛是拢搬干嘞吼，规股市拢搬落来吼，咱台嘛是安尼，差不多爱遮济年吼，才恢复过来吼。所以讲，咱要平转户的意思，爱甲大家讲。较早吼，咱都拢知影倒来的意思，就是你看咱遮嘛，敢有拍鼓安尼吼，平埔族的人就住遮吼。大家吼、哦，饲鹿啊，鹿啊拢遮济吼，大家过日子拢真好过啦。要掠鹿啊食吼，要煮一罐物啊食，掠鱼啊食，拢遮简单嘞吼。甲古早人拢是安尼，因个性性真好野人，免烦恼啊。大家使烦恼是讲破病，讲惊破病尔吼。阵也使烦恼无钱，该掠鹿啊罔食就有啊嘛吼，你要食。水果也是要食菜吼，青草白慢慢侪拢有嘛。下昆林到那只所在站嘛吼，要饲鸟啊，要食鸟卵，还要食鸟啊吼，拢遮简单嘞吼。不像咱呾拢爱饲嘛吼，所以古早人是真好个啊。古早到那人是偌好个啊吼。即当下都资本主义社会都较无稳定吼，有当下有头路，有当下无头路。头家做甲倒去拢有嘛吼，所以咱才着想一个办法，讲啥呐？咱咧叫做用一个社会卡的意思吼。社会卡的意思就是讲咱基本的吼，食衣住行都是由社会卡、社会信用卡来支出。咱每一个人有一张卡片吼，要食饭，一天食偌济饭吼。一天三顿拢免钱的吼，你也去 seven 去刷卡吼，这拢社会卡支出吼。啊，你要读册吼，要去斗六国小读册吼，学杂费拢用社会卡去刷就有啊。所以讲生囡仔拢免烦恼嘛吼。社会卡意思是安尼吼，如果上过革命啊，大家这对这吼较没有接受性啊。如果当社会发展吼。你一个社会哦，要稳定吼，无像即当下，大家拢伫话哇，像美国今仔拢伫吹大风台同款嘛吼，哦，大家拢走无路吼，所以讲啊，台湾嘛是拢起大水啊吼，定定起大水也是拢无雨吼，要种米啊，真侪米啊，拢无水啦吼，这个、问题就出伫讲咱的资本主义社会哦，都。大家拍拼去收油啦，收一挂煤炭啦吼，二氧化碳伤济啊吼，气候不稳定，钱的物啊嘛是安尼学袂赚啊。你啊看中国真济，都甲美国两个冤家，
大家要进市场，就进到变半面嘛。惊股市烂掉了，大家唔知影要钱要放倒位啊，吼、哦，钱拢收收者，股市房买股票就变拢倒落嘛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资本主义社会是有伊个问题，咱就建议有一个社会卡吼、哦。咱今日真欢喜哦，来到岛南吼，甲、哦、大家来做伙吼，拍拼吼。哦请大家来支持林慧如选斗六市市长，林慧如加油！翻转台湾西部平转户，哦，安尼好，谢谢。